生态保护是现代人真注重的观念。保阳乡三星村一位施姓民众，在乡长柯文平的帮助之下，将引导头前的灌溉沟打造成生态沟，完成了唔那减少生蚊虫的状况，整个环境嘛变得更加美观，看起来更加舒适。饲料伫等你搞来，成群的鱼啊马上全走出来。施明坤表示，这个水沟原本相当杂乱，内底拢是杂草甲粪扫，完全无得发挥排水的功能。在柯文平担任代表会主席的时阵，争取重新整治，伊嘛借机会将水沟啊打造成生态沟，嘛大大减少生蚊虫的状况。以前伫遮是杂草丛生啦吼，啊，遮个咧蚊虫足济。啊，因为蚊虫足济，我来想讲来安怎改变，啊，所以还用一个生态沟。因为我去外口看到讲，哎、欸，这样也不错。所以以前那蚊啊吼，伊拢会安飞，安尼规足大阵的安尼，啊，种这啊饲落尔吼，拢无这个蚊虫。所以我是觉得，感谢这个乡长，给咱推广吼，给咱这个水沟做了好，用灌溉嘛好处，搁一项吼生态保护，会当吼这足侪人拢会来这看。啊，我感觉讲这也是一个推广乡村的一个也好所在安尼。柯文平表示，环境生态保护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民众自发性的来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这边是三省村啊，因为这里我们这边埔鹽鄉都是种田嘛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推这个环境生态保护生态沟这样。啊，这边的乡民也愿意啦，哈，啊，这样他都推动啊。我是希望说这边可以带动一边的观光这样子，因为这种生态沟哈，第一点可以保护环境卫生。然后减少咱的蚊虫，然后咱也袂淹水。乡长指出，伫保阳乡阁有真侪居民拢在做生态水沟，希望这个环境教育，予大家做伙来保护生态环境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保阳采访报道。